在最新的消息插播给您，就是红面棋王周俊勋，还有少女骑士黑渣渣，另外包括了五段的职业骑士哦，周平强，以及四段职业骑士这个张凯欣，他四位呢这骑士高手，现在呢是以电脑连线的方式来竞赛。好，透过最新的画面，你可以看到四个人哦排排坐，眼神相当的专注，就是呢要在线上来较劲，谁到底是真正的棋王棋后。这个最新的消息，我们中天新闻随时为您做插播报道。就是越来越厉害，尤其是九路方面。